我前年学那个长生学的，但是我在学长生学的时候，我爸就在有个肝癌，但是我学长生学的5天，我没有去看他，因为时间不可以去看他。但是我学好的时候，我就帮他调，有时他的脚肿起来，我就帮他调，但是真的好了。有时他老了，他睡得太久，他的肘就肿了一边，我也跟他调。那我哥哥的儿子说：“咦，爷爷的头今天就没有放在一边了，就好起来了。”那我就跟他调，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，所以。我也谢谢长春学给我是，但是我家里的鱼，有一次我帮它换水，可能的水质不适合时，它就反过来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爸叫我朋友，你帮我换水吧，我就放那个手在它的心，等一下半个钟它就好起来了。平时你想抱那个鱼，他不给你抱的，但是那时候他没有动，他就给我一直帮他调，他就调好了。所以我觉得长生绳真的很好用，谢谢韦老师，谢谢大家。